上身。来了来了来了，不要跑，不要拥挤啊，注意安全。呀，真的来了，不要跑啊，不要急。我操，我操，我操，校友，我觉得是等待我来发掘，所以我也跟校长在沟通，希望有那些有梦想想当艺人的孩子能够参与到染色体的这个工作里面来，然后我要帮你们实现梦想。好，我们同学，好，我们的小伙伴啊，那个。